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组。不管再晚回家，豪平妈妈永远为他等待。目前人在就读中的豪平，由于课业繁忙，能练习模仿的时间只剩下晚上。最近回家一天晚过一天，但是只要一进家门，永远就能够看到妈妈带着微笑等待着他。是，便当。 一碗鸡汤，一桌温热的菜，黄豪平就靠妈妈的爱，撑过学业比赛的两头烧。而这还不只是最近而已，爱表演的他一路走来参加过不少演出，妈妈口头上反对，背后却永远一直默默的支持着他。这次他参加某人报道，我是觉得说依照他的意思去闯闯看这样子，但是还要回归到学业，以学业为主这样子，好几级了，那你就尽量去。 尽力去做，我们都会支持你这样子。其实我们家是一个很蛮保守的家庭，那家人之间也不会动不动就说我爱你啊，我在乎你什么话这种东西。所以其实这次透过魔王大道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制作单位说要我准备一段表演献给妈妈，那我觉得说我也可以透过我最擅长的这个模仿这个技能。 传达出我的一些心意，透过可能不同人的口吻、不同人的声音，传达出其实妈妈我真的很在乎你。那以下这段表演呢，就是献给你的。妈妈，注意看哦。黄豪平的《夜夜叫声》。各位现场的来宾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了，我是新海罗盘夜教授。有一句话他说得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冷气机的品牌叫声宝，大气响就没小鸟了。然而在这个有没有跟 Only 有或者是黄立行跟黄思婷这些丢干的，我们就要了解到今天它是一个特别的节日。什么节？它不是王节，也不是李圣节，更加不是小姐帮你马两节，马到你还像汤哥流鼻血。 然而，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节日？没有错，它就是母亲节。在我的一本正经上就曾经有提过了，说这个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游子身上衣，来自慈母手中线。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位歌手，他很喜欢自己的妈妈。他在这个演唱会的时候，用一首歌献给他的妈妈。今天我们把他请到现场来，没有错，他就是苏打绿的吴青峰。欢迎吴青峰带来这首《我只在乎你》。 月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谢谢大家，我们是夜教授。耶！会不会豪平今天的 tempo 很好？对呀，然后讲那一整串是刚刚的时事，哎呦，那个罐口太厉害了。先请一下妈妈，豪平妈，来来来来，豪平妈妈。然后其实豪平妈妈跟我妈是同一款，就是一定要等到豪平进家门你才要睡觉，对不对？没错。你会等到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对啊，最久一次等到几点？ 有时候等到两三点，啊，对，我们常常你是招给带啦，啊，你是招给带，我就来录这里啊，我们才刚能电吗？对呀，你在录魔王啊？对啊，你不要紧啦，嘿啦，啊，今天你觉得他表演有好看不？没有，都还好，还好哈。我妈对我蛮严格，她有时候都会讲说，就是我们真的每礼拜天晚上八点就会坐在沙发上一起看那个超级魔王大道，哎呀，有时候看一看。 我妈就会说你那个tempo讲太快了，我妈妈可怎样tempo这个要改期？哎呀，妈妈可以来当评审了。妈妈这厉害，厉害预测一下豪平今天的归分，差不多24、25左右吧。哎呦，我们来看一下妈妈中不中。如果妈妈中的话，好不好？我们这个小汤哥免费带你去吃火锅。哎呦，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么高的分数。好的，豪平的分数是50、15、19、22、23、24、25、27，超过了，27分。
谢谢谢，比你想的还高很多很多呢。大家都对他期望很高。啊，你有没有什么话对妈妈讲？爸爸一直对我说，走这个表演主持方面是颇有微词，但是当我每一次礼拜天晚上回到家，看到你们坐在那边，坐在沙发上看着《超级魔王大道》，看着我表演，我觉得说这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肯定了。但是你身体一定要照顾好，一定会，这是我最大的要求，真的。一定会。哥哥跟你讲哦，有时候爱这种事情哦，不用讲太多，三个字，一个动作就可以表现了，真的。来 ，I love you。好，真的也没有讲过，妈，我爱你。好，谢谢。我爱你挂在嘴边，其实要这样讲哦。谢谢豪平妈，谢谢，谢谢妈妈。好，那接着下来呢，台哥。那么今天呢，这个在整个的节奏上呢，有一次这个吃螺丝。今天它是一个特别的节日，什么节？它不是王节，也不是李圣节。那么这个吃螺丝呢，可能就在你节奏上太快了。嗯，妈妈讲的对啊，比方说，是的，我是谁谁谁。嗯。然后在我的一本正经里头曾经说过，可以慢一点，然后后面还有节奏快的，这样子才能够段落分明。那么之前你曾经我也跟您提到过，就是你在我们以前的这个模仿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选你是第一名，可是因为你太年轻了，18岁，所以我选了陈汉典，所以汉典红了。那么我想你会是下一个陈汉典，希望你这个谢谢多多努力，谢谢大家，谢谢。